他那个是要打野绕背的，但是对方也知道他们一定会有绕背，所以伤心这个位置非常关键。一条枪线直接大声威拉出来，但是好而被先被爆头收掉，而且还被伤心拉回去。这个小细节，不过雷可能很快就要丢过来了。对，还有闪光弹直接全白。哇，但是白了还翻打，没有，他刚刚其实是两的，因为是。 队友帮他丢的那一颗摆了，但是后面后续补枪没有跟上，有点可惜，慢了一点点。这个地方，堆尸！你不会跟我说你要不是把红梯直接堆尸？红梯战神。